我而家手上面咧，你哋睇唔到啦。我有三本書，第一本大家熟口熟面嘅，就係由周顯同埋亨利咧聯合著作嘅，同埋徐家健教，唔係嗰陣時就未有徐家健嘅，應該聯合著徐家健就寫個譜嘅《逆權之怒》，憤怒嘅怒。OK， 咁啊應該大約係舊年八九月十月出啊，十月一號出，所以賣101蚊。OK， 好啦，然後我哋有一本第二集續集嘅。逆權之步，嗱呢兩本書都可以講係咧，香港對於舊年呢個逆權運動入邊咧，叫比較具體嘅記載同埋分析啦。嗯，好啦，最新咧啱啱出咧就係一本，哇黑色嘅，屌你啊！逆權之咩我睇唔到喎，戰逆權之戰，嗱呢個冇銀碼論啦，咁就 OK。咁逆權之戰，咁就嗱，其實第二、第三本就係周顯、亨利同埋徐家健教授三人合著嘅。咁第三本就賣111蚊。即係嗱，呢兩本就101蚊，加埋就202蚊，加埋呢本就313蚊。嗯 ，OK。嗱，我希望如果大家買咗第一二集嘅朋友，首先記得上嚟攞啦，因為好多人買咗書唔上嚟攞。嗯 ，OK， 上嚟攞。第二，如果未買嘅朋友咧，喂，其實我真係覺得大家咧可以支持一下㗎。咁啊，三個一連串 ，OK。咁而家唔收你313，呢個 discount 唔係佢哋俾你嘅，係我俾你嘅，299得啦。唉，咁咪蝕俾佢。冇所謂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找數唔緊要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希望因為出邊冇地方賣呢啲書，有啲地方肯擺又賣唔到，出邊冇地方賣呢啲書，有啲地方肯擺又賣唔到。出邊冇地方賣呢啲書，有啲地方肯擺又賣唔到。嗯，唯一賣到嘅就係我哋呢度。嗯，咁我希望大家能夠真係咧，即係對呢啲即係難得嘅。文化人大對抗爭，起碼我認同嘅。你都算公道，係嘛？上一節咧就講阿登哥嗰啲餐廳，今節又講塔哥啲書。係啦，我冇講塔哥，我講阿亨利 ，OK， 同埋周顯，同埋徐家健啫。OK， 咁我覺得大家咧，喂，真係咧，或者我嚟做一個文字記載啦。係。你哋681本嗰啲大紀元啊，嗰啲咩蘋果都賣到吹雞啦。呢一三個徐家健教授啦，周顯同埋阿亨利咧，特別係佢啲角度係有啲唔同嘅，同一般，咁大家可以參考啊，睇多一次啦。咁三本夾埋就係313蚊嘅，114蚊嘅，而家唔收你314，俾15蚊 discount 你哋，299一次過三本，其實唔好上去網上邊啦，因為咁重都唔知點寄俾你。喺外國嘅朋友咧，就真係郵費好貴嘅，你可以 WhatsApp 咗我先諗下點樣同你處理啦。咁但係香港啊，直接上嚟買得啦，一套三本。咁啊，佢哋冇簽名嘅。OK， 咁我會叫你簽定名啦，或者我哋冇咗簽咗先啦。係，真係趁佢哋啲客未上嚟，我哋冇簽定先。咁你問我簽名咪個珍藏價值？屌你老母！你個林康正成鳩日，頭先佢話叫人哋幫手攞書係啦，因為啲書啊賣曬咁滯啦，佢自己著作，因為人哋上得呢個台就梗係特別希望買林康正啲書啦，即係第二啲書都會買，但特別希望林康正書。你叫你簽定名，你又唔簽撚定曬喺度，結撚嗰啲撚樣咧，就俾你嗰本書我簽名。喂，我真係好撚難堪喎！我唔係話咩？喂，我啤你唔識寫字咩？我冇出書啫嘛！我屌你老母！我每一次同你簽書嘅時候，我幾撚自卑啊！嗱，你班柒頭，以後如果買林康正嘅書咧，嗱，我責成佢，你好簡單，你唔使你簽撚定曬喺度，你屌你撩啫嘛，求撚其實話條賓州咁樣啫嘛，咁你人哋上到嚟咪開心啲？有啲人咧買一套書就等喺度擺喺度等你簽陣先，又唔記得叫你，咁啊好撚煩。咁人哋上嚟支持你有陣時你又唔喺度，你又簽定啲書。都叫做負咗上少少責任啦。咁你啲書砌唔砌啊？特別係嗰6套裝，砌，不過要揾人同我一齊搬咯。得冇問題啦，呢樣嘢 OK。揾阿肥力啦，係啦，水流唔濟其實嗌車，其實嗌車叫個司機搬埋俾錢嘅啫，係啦，屌你，點解嗌唔到啫 ？OK， 好啦。